那么我们统一挥挥手给大家好不好？你们是最亮眼的，你们也是最朝气蓬勃的，所以希望把你们的青春，把你们的活力留在我们第35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的红毯现场。当然也希望你们能够在今天的电影之旅当中能够感受不一样的非凡，也希望这是一个开始，更是一个美好的未来的绽放。希望大家能够从星辰大海的大本营出发，将收获的真知幻化成为从艺的动力，从而做角色的忠实的呈现者，用演技与这个世界过招。好的，那我们的青年演员们统一再看一下我们的镜头，记下这个难忘的时刻，拍一张全家福，也共同来记录着你们的成长。40位青年演员，希望你们在未来的星途上能够越发越勇，也希望你们能够拍摄出更多优秀的作品给广大喜爱你们的粉丝朋友们看。